看安东和四月，好像听到我说话了。打开车门，看一下他们有什么表现。当当当当，我来了，安多。还是安多乖啊，我看四月呢。四月，我来了。四月，我在这里。四月，好家伙啊，安多走，跟我打水。看看这个战损版的电水壶啊，我倒车的时候给它压了一下，挤了一下，差点挤坏，还好能用。伸个懒腰走。小四月不跟着过来啊，好像过来了。走，去打水。这尴尬了啊，昨天我还在这打水呢，今天给冻起来了。我这水壶啊，这水壶昨天放在这儿了，我打水用的，冻起来了，一个坑在这里。安多，过来打水，这里踩一下看看。安多来踩，踩踩一下，不是，安多不去，看看下面还有水没水呢。哇，尴尬了，哈哈。我这一鞋，得让它沉淀一下，沉淀一下。走，安东，小四月，走。小四月不跟我啊，就跟安多。哎，这家伙，安东准备出发了，走，起来，甩一甩，会甩一甩。走，上车。这小四月不上车怎么办呀？我去看一下。四月，过来。四月，走了，上车。这四月不上车呀？要不今天我试一下，我开车走，看他跟不跟。他不跟的话，我再回来叫安多一起去抓他上车。安多，过去那边。这四月已经爬到那个雪上面去了，爬那么高。嘿，这家伙，我走一下看看他跟不跟啊。家伙好像没跟上来呀，跟安多不一样啊他。看来还是得叫安多一起去啊。走，安多去抓四月啊。小家伙不上来，车走了都不跟。走，掉个头回去。哎，回来了吧。他又过来了，四月，他又往这边跑了，他又跑过来了，看见没？那小黑点，那儿小黑点，还有点良心啊，在这里再跑过来了，走了，四月，他刚刚在那头啊，他跑过来了，四月过来，上车了，还跑。上车了，不行，我再走一段，再走一段。现在能看到他，一个小黑点，他在往这边走。小四月，跑上来了，安东，快点过来。小四月，过来。好家伙啊，再跑。还不上车了，走了。安多，安多姗姗来迟啊，走了，上车了。还好啊，他知道跟，虽然没跟多远啊。大家说这个小四月应该奖励他呢，还是应该惩罚他呀？啊，这小家伙不知道上车，但他又跟了一段，还是抱他上车吧。走，看青海的大美风光去了。走，走了。